澳洲牌歌曲《爱你》，还不断向大家发送爱心，这不是什么粉丝同乐会啦。野生王心凌补班日只是到酒吧放松，就被民众捕获了。音乐来了，直接跳上一段和现场民众一起同欢热舞嗨唱。不过让人好奇的是，旁边的友人是谁？仔细一看，就是戏剧男神谢家健。两人晚间来到酒吧，穿着外貌几乎零伪装。王心凌穿着皮外套、长发披肩，马上就被认出来。不过表现超级大气。其实一周前，这间位在信义区的酒吧也飘散浓浓腥味。艺人柯震东大年初二现身小酌，同样被现场民众捕获，随后穿梭人墙离场，手还牵着一位女性友人，被眼尖网友认出正是女星安心亚。这画面立刻被现场的人手一机给拍下来，传上网，掀起讨论。社群时代下，艺人私下的外出行程意外引爆话题。民视新闻最后报道。